宁波的小包最近去一家广汽丰田 4S 店看车，说是销售的一句话让他很生气。小包的购车预算在20万左右，前期了解后决定买一辆丰田凯美瑞轿车。这个月1号他到宁波中生世纪广汽丰田 4S 店看车，试乘试驾之后开始跟销售谈价格。全款22万7，他说他可以给到的22万3，22万3，那我们说行吧，是不是你最低了？那我再去问一下我朋友，22万可不可以？小包说，双方前期沟通还算顺利，可当自己说到要再问问朋友时，那名销售不高兴了。他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说，是不是问那个人啊？哎，你说你现在当着我面打你朋友的电话，那我是为什么？他说那个人就是他们店里吗？他说是不是那个人？我说不是啊，你不认识的，不是这家店的人。那你当时是想问谁？我的朋友，其实是开修理厂的嘛。小宝说自己当时也没多说什么，打算离开。可这时销售对他说了一句话，让他很生气。他就突然跳起来了啊，就说了一些，他说，你这种人以后就不要到我们店里来了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转了一圈确实他价格最低的，我问过了，那我也会回来的呀。你没有说我也不是买菜4点半一定要定下来，也不是这个态度的呀。哪怕再说1万步，我今天是我还低了，你能对这种态度对我对消费者吗？小包说自己当天下午3点半进入 4S 店，4点10分准备离开，并没有占用销售多少时间。对方为什么反应这么激烈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于是找到了 4S 店的销售主管投诉。一直就是没有抓住我们那个点，服务态度差那个点，就是问你是不是把价格压得太低了，怎么样了。采访当天，当事销售和销售主管都在。 4S 店的沈经理表示还是由他出面接受采访。他介绍公司对于客户的投诉抱怨有严格的规定，小包当天就向总部进行了投诉，自己接到投诉件以后已经对两人进行了教育，后续也会做出相应的处罚。这只能说我们的员工，我们这边的话没教育好，所以说因为对于我们服务行业，我觉得只要进店的客户就是应该像那个贵宾一样去接待，我们不管这个我们当中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是只要是我们员工有说过或者是顶撞过客户这方面的，肯定是我们要严厉的去处理这个问题。沈总经理叫来了当事销售和销售主管，当面给小包进行了道歉，小包接受了。本身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要跟客户有联系的嘛，写致歉信，然后要上门登门拜访，然后致歉征得客户的原谅，这是整体的我们公司一直延续的那个投诉抱怨流程机制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